哎，你好，是牛奶爸。其实到目前为止，还是很多人在问我说，哎 ，Line at 跟 Line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那 Line at 生活圈到底有什么好用啊？那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Line at 它可以群发哈，群发等于说你的粉丝如果有10000人或100000人或200000人或300000人都好，你只要一个群发按钮一送出去的时候，你的讯息，这100000人、200000人、300000人的粉丝全部都会在1-2秒之内全部都收到。所以它的讯息传播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。那如果你希望利用电脑来做这件事情，那我们今天来讲的就是如何从电脑里面去登录你的 Line at 账号。那 Line at 账号它其实是类似粉丝团的概念，等于说一个 Line at 生活圈这个账号呢，它可以赋予多个管理员。那谁是主要管理员呢？主要管理员就是你自己用你自己的手机，那你的手机已经有安装了一个私人的 LINE， 那你去安装 LINE at APP 的时候呢，预设就会以你自己私人的 LINE 当成这个 LINE at 生活圈的管理员哦，所以它跟 FB 脸书的粉丝团很像，就是粉丝团它也可以有很多个管理员嘛，对不对？那它也是可以，它也是从其中一个你自己的脸书账号去建立一个粉丝团，那你自己就是主管理员，然后你可以赋予其他人其他的 FB 私人账号当成管理员。那 Line at 也一样的原理，所以呢你在电脑登录的时候啊，你就必须用你自己的，像你现在看到这个电脑画面，你必须用你自己的 Line， 自己私人的 Line， 然后呢到这个网址 admin-official.line.me， 就这个网址哈，admin-official.line.me 这个网址，你只要到这个网址来呢，然后就会出现这样子的画面。那登录的账号密码呢，就是你自己的私人的 LINE 的账号密码。如果你有授权给别人的话，那一样，别人也要用他自己的，他要用他自己的，不是用，你不需要把你自己的私人的账号密码给别人哦，因为你只要授权给别人的话，那别人就可以用他自己的 LINE的私人账号密码登录了。因为每一个私人的 LINE 账号都必须去绑定一个电子邮件，所以呢就用那个电子邮件和密码就可以登录这个 LINE at 的后台。然后登录之后呢，就会看到像这样子的画面。那为什么我这边会有好多个账号呢？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，一个 LINE 的私人账号可以申请四个 LINE at 生活圈。那为什么我会有超过四个？是因为我还有帮别人做代管，那我现在呢要去管理我其中一个 LINE at 账号，就是牛奶爸网络行销教学，就是你们现在在看的这个哈。点进去之后呢，这个就是 LINE at 的后台。如果你只有一个的话，就不会像我刚刚出现那么多个账号哈，你就只会有一个账号，点进去就对了。就是这样子一个后台。一登录到后台之后呢，你会看到有一个按钮，最特别的就是左上角的第一个按钮，因为它是绿色的，其他的按钮都灰色的，没有颜色，只有这个是绿色的，撰写新讯息。这个撰写新讯息呢，为什么它颜色这么特别呢？因为啊 ，LINE 的官方呢就是靠这一颗按钮在赚钱啦。我怎么讲呢？因为如果你撰写新讯息的时候，它就是群发的功能哦，它就是群发的功能。等于说我点一下给你看，撰写新讯息的时候呢，假设你在这边按文字好了，好，随便写一个 test， 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按传送，那你的所有的粉丝，譬如说我这边有1231个粉丝，这些人全部都会收到你的讯息哦。那如果你这边超过1000个人的话，如果你超过1000个人，一个月之内超过1000则讯息的时候呢，你就要付出798块的台币。如果你超过一个月50000则讯息的话呢，那你就要付出更贵的价格，就是超出50000则的话呢，每一则算 0.2 台币。OK， 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。这个是 Line at 的电脑后台的登录和操作简单的方式。